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是第四讲《税捐稽征法》的重要规定跟实物的案例哈。那因为时间缘故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先从五个部分来去提起哈。第一个呢，是《税捐稽征法》优先于其他的一个税法，它的一个法律地位是什么？ 第二个是涉欠债务的清偿顺序，这在实务上会非常的重要哈，特别是在一个呃纳税义务人被法拍的时候，财产被法拍的时候，到底呢哪一笔钱要先被优先清偿？好，然后是私人的债权优先于国家，还是国家的债权优先于私人？哈，那这个部分是书上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个是说呢，如果纳税义务人多缴税的时候，那怎么退还给纳税义务人？有没有时效的一个限制？那是哪一方要负举证的责任？ 好，再来，纳税义务人欠税的时候，集征机构有没有什么样的保全的措施？那比如说限制出境，比如说假扣押等等之类的。再来说呢，纳税义务人的话呢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暂停强制执行？好，如果没有暂停的话呢，是不是要支付滞纳金？啊，等等之类，这个其实在实务上面非常非常的重要且有用了哈。那首先第一个哈，这个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先看税捐稽征法。 好，因为税坚法它是所有税法里面呢，它的效率是最佳、最优先的哈。因为税坚法第一条规定，税捐之基征依照本法之规定哈。本法没有规定，才按照其他的一个税法。换句话说，其他税法的规定如果跟税坚法有冲突的话呢，税坚法是优先的哈。那实际的这个适用上面呢，哈，最直接的呢，最常见的呢，哦，就是解释函令，它会优先适用，好，特别是。 解释函令针对未确定的案件，啊，如果未确定案件后来解释函令优就是有利于纳税义务人的话，它是优先适用的，好、啊，然后呢，特别是在这个案子还没确定，那什么叫还没确定呢？啊，比如说这个已经合科了，但是还没有啊这个呃缴纳完毕，或者是说呢这个案件还在行政救济的过程，好、啊，我举一个例子啦，好、啊。 有的时候呢，解释函的哈会有后来跟前前面会有一些变动啊哈，比如说呢，这个一百零四年的时候，有位陈小姐呢，她开的一个呃长照之家哈，那长照呢，应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办营业登记啊？要不要缴这个营业税？好，那在这个其实法律并没有很清楚哈，所以呢，他认为他是不用缴哈，所以他就没有去办营业登记。 那在一百零五年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呃，结结果要检举，是说呢，他有做生意却没有办登记，好，所以这是逃漏营业税的行为。好，那这个陈小姐呢，认为说我自己开长照之家，这是一个免税的免这个科营业税的一个行为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行为，呃，她就提起行政救济。她后来解释函令发布了，在一百零七年初的时候发布一个解释函令。好，这个按照长照法规定是提供长照服务的。 这一个机构的话呢，是不用纳营业税的哈、哦，属于营业税法第八条的免税的一个业务哈、哦。那后来的解释函例说这是一个免税的业务，那他他的行为的话发生在一百零四年哈、哦，所以这中间的话一百零七年说可以，那么就使用到一百零四年跟一百零五年的一个事实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解释函令。后来解释函令如果有纳税义务人说是优先去适用到以前的啊事实哈，以前的一个年度哈、哦。 再来说，如果解释函令不利于纳税义务人的时候，那么呢，过去这个还未结的案子呢不适用，好，也就是不不溯及既往过去的一个案例哈。那财政这个税捐法第一至一条就有规定了哈，如果不利于纳税义务人的一个新的解释函令的话呢哈，发布日向将来去生效，好，也就是说以前的一个案例的话不适用。 然后再来呢，这个有利于纳税义务人的这个这个后来颁布的这个法令，哦，这个税基网适用的哈，除了解散你之外，还有包括是这个税务违章案件财罚倍数参考表，哈、哦，那这个参考表就是说呢，呃，如有有的这个税捐的处罚呢，它是按照倍数的，哦，比如说所得税法第一百一十条，它规定说你漏报所得的话，处两倍以下。 那什么时候除两倍，什么时候除一倍，什么时候除零点五倍，什么时候除零点一倍，哦，这是一个裁量。那这个裁量要让它可以具有一个呃透明性的话呢，它必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好清楚的一个参考。 啊，所以财政部就发布了一个税务外章案件裁罚倍书参考表，吼，对有利纳税义务人的一个案件的话呢，吼是可以去适用，吼。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啦，吼，在一百零二年的时候呢，有某甲呢，吼他就发生一个违章漏税，再按照当年度是处零点五倍，然后就是旧的一个倍数参考表说他的情况处零点五倍，后来呢修正了，修正了之后是说呢，像这种情况，吼是这个原来要处零点五倍要提升到一倍。 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后来颁布的倍数参考表呢，对他是不利的，因为加重了，所以他就还是用旧的，就按处零点五倍就好了。那反过头来说呢，好，原来是处零点五倍，后来改成零点二五倍，好像是这个第二个个案的话呢，哈，后按着就要按照新的一个呃倍数参考表去处理他过去的违章行为，过去违章行为哈，原本。 按照旧的为这个倍数参考表是零点五倍啊，新的是零点二五倍，那就是用新的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实务上相当相当的常见，因为通常来说，我们倍数参考表是越定越宽松的哈。因为可能现在哈这个违章的情况不是过去不像过去这么的严重哈，案例不是那么多，所以它的一个处罚的倍数的公告也越来越低了哈。那下来第二个课题的话，我们来讨论税捐债务的。 清偿的优先顺序，哈，按照税捐法规定，它有几个顺序。第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公家的税捐债务优先于私人的债权，优先于私人什么债权？普通债权。所以下一步的话呢，私人债权还要再分为普通债权跟具有担保的优先清偿的债权。什么叫具有担保优先清偿债权？就是设定抵押的，通常什么呢？就是银行的借款。银行借款通常会要求。 这个贷款人提供不动产来去设定抵押。好，如果一个债权它有设定抵押的话，它就会优先于税款来去清偿。好，但是呢，今天如果有设有抵押就可以优先于国家税款清偿的话，那可能在一些情况也不尽合理。所以呢，虽然今天法又在规定有几个债权，有几个总税权几种税权债权是最优先最优先清偿的，大家记得哈，第一个土地增值税。 第二个地价税，第三个房屋税，还有法院拍卖货物的时候所对应要缴纳的营业税，这四个的话呢是最优先清偿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一个实例来去看哈。假设呢有一家公司呢负债累累呢，他欠了私人的债务也欠欠税，然后也欠了国家的这个税务，也欠了地方政府的这一个财产税。好，厂房有价值被法院拍卖了，拍了多少？拍了一千万。 好，那今天呢有积欠几笔债务？第一个，往来厂商欠了货款五百万，银行抵押贷款六百万，所以光是私人债务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了。好，好，那再来第三个，土地增值税，在拍卖厂房的土地的时候要缴的土地增值税；第四个，地价税跟房屋税还欠五十万也没还。好，第五个呢，还欠盈利事业所得税两百万。所以呢，这五个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几个顺位。 第一个顺位呢，像刚才所提的，土地增值税、地价税、房屋税这三个加起来一百五十万是第一优先的。第二优先的话呢，就是银行的抵押贷款六百万。好，再是一般的税捐债权。一般税捐债权哈，银所税是两百万。第四顺位就是 B 公司的货款五百万。前面加起来哈，刚好只剩下五十万，所以呢，B 公司的货款五百万只拿到了五十万，所以呢，十块钱只拿到一块钱。这在 很在商业实务上面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，如果没有优先权去担保的一个私人债权，往往呢在法院法拍的时候是一毛钱都分不到的。好，再下来的话，我们来谈哈，纳税义务人可以请求退还已缴的税款。在那之前的话，先跟各位提哈，这是在民国九十七年的一个。 呃，规定哈，就是修正的规定。在那之前的时候呢，这个欠税，呃，就是纳税义务人多缴税的话呢，要去申请这个退还，只能够退五年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位律师呢，哈、哦，他发现他自己呢已经多缴了地价税，多缴了好几十年了，所以他觉得说，诶、欸，怎么只能退五年，不公平？然后呢，他去申请了，哈、哦，他就说，按照这个民法至少可以退十五年，那为什么税法只能退五年？这是不公平的，而且错不在他，错在这一个。 行政机关把他的税级给弄错了，所以他认为是说他去争一个公道。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呢，立法委员也把这条规定给修正了。所以呢，在九十七年开始，这一个纳税义务人多缴税的话呢，去申请退还就要去区分什么呢？区分当初多缴税的原因是什么？ 到底错在纳税义务人这边，还是错在计征机关，还是错在其他的一个机关？那如果是错在纳税义务人这一边，是纳税义务人自行适用法令，或者是自行计算错误导致多缴税的话呢？缴纳之后五年之内要申请退还，所以呢，错在纳税义务人的话呢，是五年的一个这个退还申请的期间。好，那如果错不在纳税义务人呢？ 错，如果是在税捐稽征机关算错了，算税捐稽征用错法令了，所以或者是其他的机关的错，其他可归责于政府机关的错误导致多缴税款的话呢，这个时候退还税款的期间是没有期限的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错如果不在纳税义务人，那么这时候纳税义务人申请退还税款是没有期间限制的。好，我就举几个案例哈。 第一个的话呢，假设是所得性质认定的错误。某甲呢，在一家公司呢办理优退，好，就是说他这个提前退休，那公司呢就给他一笔优退金。好，这个优退金多少呢？一百五十万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一百五十万的优退金的话呢，要按照你按照他的性质，应该是退职所得。 退税所得跟薪资所得不一样哦，薪所得的话呢，在过往的时候是只能够减除这个固定的薪资所得特别扣除，一百零六年来说的话是十二万八千，一百零七年的话说是二十万。但是如果是一次性的退职所得的话呢，则是科税门槛是一百八十万，它的科税门槛是一百八十万，然后呢，它实际只有拿到一百五十万，所以这部分形同是免税所得。 结果之后，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这个优退金呢，把他一百五十万优退金报为是免税所得，好，那就国税局承办人员说，就他认为他这个不是免税所得，他这个不是退职所得，他这个是薪资所得税，所以把一百五十万全部就纳入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基征机关自己适用法令错误所预缴的税负，那这时候多缴了之后，五不只是五年哦，是无限期可以申请退税的、哦 再来呢，好，第二个情况哈，地震事务所呢地籍资料错误哈，这个只要是人都会有弄错，我们只能期待大错还是小错，或或者是错的很清长，还是错的很很很很很很稀少。好，地震机关呢，好，他把纳税义务人的好就是私人的这一个土地面积算错了哈，假设呢某一个小姐她名下的自用住宅呢。 它的登记的面积是一百平方公尺，好，那这一百平方公尺的话呢，他就每年每年按照这个单子来去缴税，后来才发现呢，其实是三十几年前房子盖好的时候，地政事务所当初在登记的过程呢，把它记错了，他自己又在申请丈量之后，没有八十公，呃，没有一百平方公尺，是只有八十平方公尺，中间有每年多缴了二十平方公尺的税款。 所以这个错呢，不是在基征机关，因为这个案子的基征地价税基征机关是地方税务局。这个错在哪里？在县市政府的地政事务所上面，不是错在税务局，因为税务局拿的资料是地政事务所给他的。那这种情况的话呢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二十几年来都拿都都都都交错税了。那错又不在这一个纳税人身上，是地政事务所啦丈量错误。那这时候。 要纳的税额的话呢，多纳的税额是无期限去退还的，而且无期限退完的话还要加计利息，哦，还要加计利息哈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特别去去理解哈。那顺带一提的话呢，如果是基征机关认定事实产生错误的话，它所适用的这一个呃期间是五年还是十还是没有期限呢？ 这个最高行政法院有做成一个决议哈、哦，稽征机关认定事实错误，等同适用法令错误。好，认定事实错误等同适用法令错误。比如说呢，明明账册的记载的话呢，是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三百万这样子一直算下来，最后的话呢，吼，还有再加一笔这一个营业外的一个收入，但是它营业外的收入把它认定为是说呢，这个不是，呃，这个这个营业外的一个收入的话呢。 是归属于不同的年度，好，这个归属于不同年度，它把它认定错误的话，也是一个认定事实的错误，好，所以这个不是涉及到法律的解释，这涉及到事实的认定，但是呢，最高行政法院就是认为是说，如果稽征机关把这个事实搞错了，等同是法定的适用也错误，所以也是无限期退税的哈，那这个部分也给各位参考，再来的话呢，谈跟每个纳税义务人，特别是跟稽征机关有。 这个行政救济的纠纷的话呢，一定会去思考到是说，如果我不缴税的话，会不会有影响？会有影响的啊，因为虽然税监法有五种呢，当你不纳税的时候，或是他要保全这一个税捐债权的时候的一些必要的措施，那你会觉得说，那为什么他在还没有确定我应该要缴税之前啊？比如说我针对他的一个。 税捐的核定一直有意见，我认为他算错，我认为他适用法定错误。那为什么我必须要先缴？就像说，如果欠债权债务人欠债权人，如果真的这个债务有有有争议的话呢，在民事诉讼也要三审定谳，我才要去确定要支付这个款项嘛？哈，那各位好，这个同学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。如果呢，等所有的行政救济告一段落。 纳税义务人，才要确定应该纳税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反过头来，用行政救济的方式去拖延自己纳税呢？那如果这样子的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尝试的话，会不会导致，啊，我们稽征行政上面的很大很大不必要的一个困扰呢？好，所以呢，有哪五种这一个保全税捐的措施？第一种的话呢，叫做限制财产变更登记，也就是说，纳税义务人如果欠税。 而且有这个可能会有财产移转的情况，那基政机关就可以去限制登记，最常就是说让这个不动产呢哈禁止移转，也就是说呢这个纳税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呢就不能够做变换登记哈。第二个的话呢是限制盈利事业变更登记，特别是减资跟变换这个负责人。第三个是呢假扣押，当是刮胡是不用提供担保的假扣押，因为私人假扣押是提供担保的哈。 第四个呢，最常见的呢，或是大家最有意见，纳税义务人最有意见就是限制出境。好，第五个的话呢，是提前开征。好，那先从这个财产的一个禁止处分来说的话，哈，在一个在税源监法就规定是说，纳税义务人欠缴应纳税捐赠哈，税务机关得就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缴税税捐之数额，通知有关机关不得为移转或为他项权利的一个登记。 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欠税的话呢，相当于这个欠税金额的话呢，名下的特别是不动产，然后那这因为这样的规定，最主要是针对不动产，哦，就是等于不动产冻结不能够移转，也不能够设定抵押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如果欠税是盈利事业的话呢，有的时候这一些不孝的纳税义务人他，他特别是这个是在公司的场合的话，他就用金蝉脱壳之计，他就找一个。 呃，人头呢，拿去做公司负责人，然后他就逃之夭夭、啊。那这样情况的话呢，其实也是要有所对应嘛，哈。所以呢，今天如果盈利事业欠税达一定的门槛的话呢，那么这个稽征机关可以呢，哈，通知这个呃商业登记机关，让这一个公司呢不能够变换负责人或者是减资，好，因为公司减资的话，他的公司的现金就会移出这个公司，哈，那这样子也会影响到后来税权的清偿，哈。 再来的话呢是税捐假扣押哈、喔，这个欠缴应纳税捐的纳税义务人如果有隐匿、移转财产逃避税捐执行的迹象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纳税义务人有做一些动作，可能是要脱产了哈、喔，那稽征机关就可以申请法院，好申请法院来去进行假扣押，然后呢不用提供担保。 那如果是私人假扣押的话，是要提供担保。那这个税检法特别赋予行政机关不用提供担保就可以进行假扣押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的话呢，纳税义务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进行合理的财产交易，并不是要进行脱产行为去回避将回避将来税款的执行的话呢，他可以提供担保的。好，可以比如说我今天提供半数的税额的担保，或者我提供一些定存单，让我这个不动产能够去卖掉，因为。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时间来去卖这不动产，也可以啊。好，好再来呢，欠税的限制出境的话呢，在实物上面很多很多很多的争议哈。那就是首先第一个呢，它是要欠税超过一定的门槛。好，它的纳税义务人个人限制对象是纳税义务人个人，或者是如果是纳税义务人是盈利事业的话，他的负责人。 门槛怎么定呢？个人是欠税超过新台币一百万，盈利事业是欠税超过新台币两百万以上。那如果有进行行政救济的话呢，它门槛会提高百分之五十，也就是个人欠税超过一百五十万，你在进行行政救济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，呃，这个申申这个基征机关就可以去限制这个纳税人出境。那如果是盈利事业是，在行政救济可以提高到三百万。好。 那限制出境它的一个程序呢，这个达到门槛通这个通知这个进管单位哈，去把限制出境之后，那也要同时要通知那当事人，那当事人不服的话可以马上提出救济。那这个也因为限制出境很相当的多，所以呢就有人会认为说，如这个欠税执行也不过是财产问题，所以应该要先从保全财产来优先。 所以稽征机关在进行限制出境，必须要先证明是说他已经查了财产，他名下财产不够不够做欠税的担保。好，再来限制出境不得超过五年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是一个人权保障的基础然后那当然，同一个事项限制不能超过五年。那如果是不同的税目的话呢，那就是可以在在在用新的税目、新的签税来去进行这一个呃呃限制出境。 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欠税的执行跟滞纳金哈。好，那纳税义务人预期缴纳税款的时候啊，他你收到一个核定通知书，还有一个缴纳通知书，缴纳通知书上面会有一个缴纳期间。好，假设缴纳期间是从这个九月一号到九月五号，啊，那如果过了九月五号还没缴，那九月六号缴没问题。 九月七号一缴的话呢，那你就要多百分之一。那最后每两天加百分之一，那最高是呢可以加增到百分之十五，也就是一个月。你超过三十天还没有这个缴纳的话，可以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处再进行这一个强制执行。好，那没有这个呃过缴纳期间没有缴。 可是你会发觉说，我为什么不缴？纳税人为什么不缴？我认為我认为这个税款是有问题的，我认为基征机关可能弄错了，我认为基征机关解释法定有错误，所以我要进行行政救济、复查、诉愿、行政诉讼是我们的行政救济的一个环节。好，那复查阶段如果我针对这一个税款，我认为有疑义，所以我就提出复查。复查阶段是暂缓执行的，所以也没有滞纳金。 第二个复查决定之后，就是复查申请的时候，原机关认为说，我、哦、这个这个税款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、哦，我们也调查你所有的资料，而且我们这个解释法令，我们认为也没问题，所以我呢驳回你的复查申请。那那时候玉还是觉得说，基征机关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调查清楚，所以我就要进行诉愿。好，诉愿阶段的话呢，就要开始进行担保了。担保分成两种。 第一种的话呢，缴纳税款的半数，并且你提出诉愿，或者是说你提供了相当于半数税额的担保，哦，那这也是可以的。那下下来的话呢，这个担保要怎么样去提供？到底是哪些财产可以提供担保？那最常见的话呢是用定存单。定存单的意思就是你把现金放到银行，银行发一个定存单给你，你把这个定存单拿去做这一个。 这个稽征机关做一个纳税的担保，这是一种；第二种的话呢，就是把你的不动产设定担保抵押给稽征机关，这也是一种。那你会说，我可不可以拿古董？我可不可以拿公司的存货？我可不可以拿车辆？那这个时候稽征机关可能会认为说，这些担保品不易保存跟变价，然后去拒绝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。 在食物上有一些个案哈，但是呢，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哈一个很有趣、很有趣的一个实例。好，有一家公司呢，哦，它是一个大型的百货公司，经营地上十二层、地下四层的百货公司。那地下室的话呢？ 它的停车场到底是适用一般税率还是优惠的低价税率？这中间会差非常多哈。一般税率是千分之十哦，一般优一般的低价税税率是千分之十，那优惠税率可能到千分之二，所以这中间差距会非常非常的大。或者是说，它的优惠税率是不累进计征，好，那这中间税额也会差距非常大。但是呢，它针对这个地下停车场是否适用优惠税率这件事情呢，一直跟当地的。 呃，县市政府有些争议，那这争议会涉及到每年七千万元的地价税。大家清楚哦，地价税是必须要透过现金去缴纳的。好，透过现金缴纳的话呢，公司账上的现金马上少掉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以公司的财务的观点，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去思考用其他的方式让这一个？ 呃，现金不要这么快流出。假设呢，今天七千万的税款，我们先呢打复查，啊，复查可能会有三个月到一到半年的时间，哦。然后呢，诉愿的话呢，可能会有半年的时间，行政救济的话可能会有半年的时间，所以可能呢，这笔税款透过行政救济的话呢，可以晚一年半去缴纳，就等于这七千万的现金晚一年半去缴纳，那中中间不要付欠税利息要。 但是如果把这笔钱呢，拿去放定存单的话，也是会有利息的。所以从这边大概，各位同学可以去想出来说，这家公司如果每年都要去打这样子的一个地价税官司，或许它就可能提拨呢三千五百万的现金出来，然后放到银行里面去，换了一张定存单，把这张定存单交给计征机关，说这是我的纳税担保，你不要执行我的一个财产。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七千万元的税款呢，迟延、递延一年半来去缴纳。那你们说这样的行为倒是取巧，它可能是一个取巧，但是是一个合法行为。那是不是有公司在做这样这样做呢？呃，有一些公司确实有这样这样做。那你们也可以从财务的观点去看，七千万一缴纳掉了之后呢，账上直接少了七千万的收入，十七千万的现金。 那如果这笔钱的话，递延一年半的话呢？而且这三千五百万是做定存在做担保的话，账上的现金不会减少的，所以这对财务的管理观点的话呢，就具有相当相当的意义在这个里面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简单跟各位去这个分享哦，在实物上面、這個，这个这个税捐稽征法最常见的一些。 适用的一些规定还有个案。那在下一次的话呢，我要跟各位谈的是呢，也是税捐稽法的延伸，是税捐稽法里面比较少人去讨论的一部分，就是税捐违章的部分啊。比如说呢，这个违章呢，它的合格期限是有多长？会不会因为违章让它的合格期限变长了？还有说它的违章有分哪几种类型？它处罚有没有一些呃这个特别的规定？ 还有一些特别的呃处罚的一些要件啊，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会不会跟一些法令的修正有关系？例如是说洗钱防治，或者是啊违法的一些逃漏税行为啊。那我相信呢，一结合实例之后，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趣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好，非常感谢各位哈。那呃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。好，下次我们。 这个同一时间，好再来去讨论税件违章，还有是一些实物的一些案例。谢谢。